来人呐，颁发新一届军机大臣诏书。皇太后，这份名单您先保管好，您忘了一年一度的议政大会才刚刚开始，您总得给老臣们一个聒噪几声的机会不是？您快收好，免得被那些别有心机之人看到，快盖好啊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哎呦，皇太后，这个您可别再动它了，要不先放我这里吧。丽姐姐，言多必失，您是最该享福的人了，我替您保管着，您就踏踏实实的别再操心了啊。丽妃，你丽姐姐，皇后娘娘不高兴了，您就放心吧，我给您保管的好好的。皇太后累了，把后面的暖阁清理干净，还有就是把我这份诏书分发下去。太后喜欢清静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，太后的药要仔细伺候着。这皇太后啊，这份诏书，这份诏书就由我替太后收着。丽姐姐，您看皇后娘娘的脸色。皇太后，您该您慢着药了。这份诏书，皇额娘，走好。奴才扶您起身，伺候您去暖阁用药。不想去。太后，要不这份诏书就让小肚子拿着。太后，您瞧，这么重要的诏书都在奴才手里呢，您暖阁请着。老糊涂，看你还能撑多久。太后您就去吧。恭请太后用药。太后您看朝臣们都跪着呢，您就别再为难小的了。好生伺候着太后。太后您慢着点儿。我还想。哎呦太后，这药这诏书您快请吧。恭送太后。太后您这边请。宣诏使叫我。会的、啊、去吧。可巧了。怎么走了？发生什么了？